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係啊，我諗係正式見面，因為有一啲可能係其他活動唔會可以同 fans 一齊公開見，咁所以好開心今日見到大家。其實今日天氣都有少少炎熱，但係亦都聲有啲沙。不過我覺得即係見到大家咁活躍、咁活潑，我就已經好開心。係咪唱新歌都好緊張啊？見你有少少緊張，但係我覺得緊張嘅地方可能因為我唔係聽得幾清楚，咁所以呢個就非常之緊張。因為我自己對自己真係要求非常之高，我好想。即係表演得好好，但係我覺得每一日嘅狀況都會有啲唔一樣，咁所以順其自然啦，隨遇而安。之前聲沙係因為自己身體不適定係咩原因？係因為女仔有啲嘢咧，咁所以咧就大家會明㗎啦。但係即係佢會真係會影響到聲有啲沙，但係可能自己休息唔係話特別足夠，咁所以自己都會有一啲身體唔係咁好嘅狀況。不過我覺得呢一樣係其次。其實都是好像以前那樣，還有都會聽公司安排看看會做些什麼，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會多多支持，希望可以跟大家多些見面。有報導指你不跟 TVB 續約，那這件事怎麼看？有報導指，即應該不是事實，不是事實，我又不知道怎樣回答。不過我真的最希望是可以跟各位粉絲見多些時間，因為其實都真係唔係可以日日去見到佢哋，但我又知道佢哋真係好愛錫我自己，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安心放心，我 OK 嘅，冇錯。我今日嚟見到大家就非常之開心。公司係咪都仲有一段合約嘅距離嘅時間？啊，係啊，都仲有好長時間，冇錯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唔好咁擔心 ，OK 嘅。咁點解唔出席嗰個金曲獎嗰個原因？係金曲獎，其實我都真係好遺憾參加唔到，但係我亦都希望下次如果真係參加到嘅話，都可以有能力上台去同大家多謝大家，同埋好多謝幫我做音樂嘅音樂人，我都好想去上台同大家去講，同埋亦都好多謝，亦都好榮幸港台同埋 DJ 班呢一個十優歌手俾我，所以我會繼續努力嘅。Andy 啊，佢哋經常聽話，佢哋幾位一齊做開演唱會，冇錯，機會唔會都支持佢咧？會，咁然後亦都好開心，因為我諗應該係佢哋之前咧要忙住考試，同埋就冇機會可以同 fans 經常見面，咁所以公司應該安排咗今次嘅機會俾佢哋去同 fans 見面，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。咁亦都好希望到時候我可以去到現場支持佢哋。我想應該是大家檔期即係未夾到啫，同埋大家都應該唔得閒。咁因為你個續約嘅傳聞都鬧到咁大，咁大家都唔注意呢樣嘢，咁但係公司今日竟然派員，我都覺得奇怪啫。事情都會有冇問題，公司冇今日會嚟啊？其實因為我工作通常都係聽公司安排，咁所以都呢一件工作其實我都知道，咁所以就可以同大家見面就已經 OK 嘅，我覺得。就唔使咁擔心大家。咁但係之前攞副手寫信咧，點解之後你會將佢 delete 咗？我冇 delete。因為其實呢一個手寫信我嘅原意係希望可以同我個 fans 交代，即係我嘅 fans 交代。同埋因為我最擔心咧，最擔心嘅一樣嘢就係錫我嘅人會唔開心、擔心。咁所以我就將我嘅手寫信寫低。其實我本身有諗過要唔要錄音嘅，但係我覺得錄音咧就～好像很敷衍，即你按個掣就已經錄到音了，其實咁然後你再 send 出去，就已經 OK。但我覺得手寫信可以令到大家的心情再平靜啲，同埋可以觀看好多次，自己可以看好多次，同埋即會有誠信、有心意啲咯。係咁，所以我就寫咗手寫信，咁之後我就俾我哋嘅 fans club 會長去幫我 po 俾 fans 睇嘅。
咁所以就至於話 delete， 我就應該冇呢一件事情。其實呢封信咧，我係俾會長去 send 喺 fans club 群嘅，咁但係就應該之後有轉發嘅一個情況，咁所以轉發完之後，我亦都知道有啲 fans 擔心話會唔會因為係本身想俾 fans 睇噶嘛，咁所以就可能有啲 fans 知道啊，我 send 咗出去俾大家見到好似唔係幾好，就應該 delete 咗。我諗應該係咁。而家公司係咯，公司嘅工作咧。暫時咧，希望可以俾啲驚喜俾大家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再見到我出嚟的時候，就希望多多支持我啦。冇錯。驚喜會唔會就係嚟緊7月19、20號去睇其他三位亞特拉斯嘅演唱會咧？呢、這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因為其實我都好想去支持佢哋，同埋通常可能都係我哋一起表演，咁我就冇得坐喺台下面觀看，而且我知道佢哋都有嚟支持我嘅演唱會，咁所以都好希望我可以有機會去支持佢哋。講到運動方面啦，嚟緊都奧運啦，自己會唔會都有啲心水嘅去支持下啲賽事啊？會嘅，我自己就本人好中意睇女排嘅，咁然後我前排都有去睇，亦都打得非常之精彩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加油，咁然後亦都會睇跳水嘅項目，即係我見到咧，佢哋一跳落去咧，然後啲水花係非常之細咧，我就哇好神奇，點解可以喺咁高嘅地方跳落去都係水花咁細嘅咧？我覺得係值得好學習，同埋佢哋嘅精神堅毅同埋即係嗰個面對壓力嗰個心臟係非常之強大，所以我都真係好想將自己將運動員視為一個目標。我之前都講過話。即係要好似運動員嘅心態去做任何嘢。咁好似相隔咗好耐冇出過嚟，都開個會啦。其實主要嘅原因係乜嘢？其實都冇最主要嘅原因，因為順其自然。咁同埋公司安排啲乜嘢就做乜嘢，其實係好正常。咁然後其實之前都有啲私人嘅活動，咁就未必可以同大家見面。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就好似一直喺度工作咁樣。咁然後咧，就今日係第一次同大家正式見面，咁所以可能大家就會覺得我同表演距離咗一段好長嘅時間。咁你最近啲傳言就令到大家 fans 好擔心啦。其實你自己個情緒或者有冇啲嚟受受影響咁樣？係，我整一整個牙箍先。其實。可唔可以再問多一次？最近嘅傳言有冇影響到你嘅情緒？其實冇嘅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太多人可以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啦。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可以表達到自己嘅諗法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好嘅一件事情。而且我哋開心嘅話，我覺得係最重要嘅。咁我自己都有自己嘅事情要做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會去做翻自己本分。然之後大家想講嘅就講。咁所以。呢、这、一個就係一個討論嘅狀況，我覺得就冇咩特別會影響到自己的情緒咯。嗯。咁嗰個問題前半因嚟咧，咁佢寫 Facebook 就冇點名咁樣講啦，就即係話即係某個台即係可能即係已經雪藏人噶啦，即係要殺人應該再報。咁有啲人就覺得係可能關於你咧講嘅，有冇人嚟講過呢個故事？我有睇，我有。聽我有睇過呢一個 post， 咁但係我又唔知道係咪講緊我，咁所以我就唔係咁方便去講。咁但係我都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加油，冇錯，即係努力咁樣去裝備自己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。嚟緊好快暑假啦，有冇啲咩安排？即係今年暑假。暑假，會有啲都係有工作嘅，咁然後亦都自己會有一啲。設計啦，希望可以同 fans club 一齊去合作啦，亦都係有一件好重要嘅事情，就係我同 fans club 接住落嚟，希望都會有多啲嘅慈善活動可以去做，去幫助一啲更加有需要幫助嘅人，唔係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去做更加多嘅事情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會多多支持，亦都多多支持我哋 fans club 嘅義工隊，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去努力做善事。优惠特别，各位 X Plus 会员凭住电子货币，即系单一消费本港币300蚊以上嘅发票，就可以参加我哋三大元能挑战赛，当中包括有巨型火龙头登场。